末日禁区，末日主题鬼屋，心跳指数5颗星。据说里边超多真人 NPC， 特别刺激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走了，我们进来了。这什么鬼？哎呀，看这个，这怎么又出来一个头啊？它还会动，它还会动。我们再往里走一下。哇，就他们在吃饭哎！你看你都不害怕吗？没感觉。<笑> 哎呀哎呀，这个是可以关起来的哈。你看这边，全部都是这样的小骷髅头。这边还有一个南瓜头哎。我们再往里走一下，里面有什么吗？哎呀！好恐怖！你是真人 NPC 吗？哎呀！快走！我们再往这边走。我们现在要下楼。 等等我，我都找不到你了。你是不是在前面？我们等等他。啊！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楼道里面，里面有好多这种吊着的人。我看这个是摸摸他的圆圆的屁股。哎呦，哇，这里面布的真的好阴森呐，感觉。哦，这一点没有害怕的意思吗？ 再往里面走一下。哎呀，哪有人掉下来？你看这，我听到，我已经听到李师傅在前面大喊了，我估计他是被吓得不轻啊。这个人要掉下来吗？我要走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鬼屋被锁到这个铁笼子里面啊！现在的音乐有点瘆人呐，我们再往前走一下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 是几个人在抬一个盒子，啊！这个会动啊，这个会动啊！啊，也吓我一跳！你叫声吓我一跳！再往里走一下。哎呦！叫声吓我一跳！不要伤害我，也不要伤害他。我们快点往前走，快点往前走。啊，他怎么一直跟着我们呀？这个人。 别！不要伤害我！这边好阴森的感觉。哎呦，看这个楼道布置的，我感觉这个东西会不会动啊？你说它会不会突然啪一下弹出来？ 墙壁上好多骷髅头啊！哎呀，这边也有，在这边也有。我的天哪！你看它一直在摇晃。啊，这有个独木桥。哎呦，这个会动啊！他们都是被关在里面吗？ 他们可能要犯了什么罪过，然后一直被关到这里面。你看他出都出不来。这墙上面画了很多这种骷髅的画。哎呦，这里也会动，这里也会动。你看看这个东西。嘿，嘿。快走！我们再往前走。你看这上面布置的好多这种藤蔓呢。再往这边。哎呦，看到后面！他跟过来了，快走。 快走！他跟着过来了，他跟过来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好吓人！这太吓人了，兄弟们！再往前走一走，我们现在要上楼了。不会转角遇到爱吧？我看一下。哎，没有。我们再往前走一下。这边很空洞啊。 这个房间有一点问题哦，看到没有？这墙上全部都是血手印啊！我看跟我的手印是不是一样大？不敢试。这玩意会不会动一下？是从窗户上爬出来的。真的？这是真人吗？对。我看，你骗我，这是假人，你骗我。
哇，你看这边地上很多的这种骷髅头啊，这已经快出，已经是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。啊！怎么就会轮到你吓我了？哎呀，快跑你前面！哎呀，这里面太恐怖了，我的天！我们去下一个，去下一个。